写一个短句 CPS 喂饭机教学啊教程，内涵这个高佣授权渠道，课程内容包括项目的介绍以及平台注册啊，短句推广保姆级的视频教程十套啊，十套课短句手把手剪辑啊，第四是高佣金的授权渠道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三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授权渠道。如果想要做这个短句的话，这套课程很合适啊。短句的话，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项目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短句 CPS 啊，或者是高佣授权渠道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